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周姐，我们不怕，我们不怕。 他们往河边跑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，给我抓活的！是。放下枪投降吧，不会伤害你们。 顾首长，我要你直接回答我。你还是自己看吧。不会的，顾凯不会死的。你们骗我！顾首长。 各个都是好样的，宁死不屈呀！刚刚从河边打捞上他们尸体的时候，全村老百姓没一个不掉眼泪的呀。
还有幸存的战士吗？11个人，除了周班长以外全部牺牲，周班长也生死不明。继续扩大寻找范围，河的上游继续寻找，河的下游多派点人手，同时呢，看看当地老百姓能不能帮着一起寻找。是，明白了。支队长，支队长开门啊！行了，别敲了，怎么敲也敲不开。他都好久没吃东西了，还是让他静静吧。支队长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是你不能把自己憋在屋子里啊。林霄已经找不着了，你再把自己的身体拖坏，你让我们可怎么办？你开开门吃口东西。支队长，我把饭给你放门口，你要是饿了你就开门吃一口。说说啊，这一上午白忙，可不是嘛。哎，你说说，这附近林子那么大，咋一只活物都没有？是，哎，这几天呢，天天喝粥吃咸菜，这嘴里边啥滋味都没有。哎，有东西吃就不错了，回头到前面的村子抓两只鸡吃。行了，赶紧盛出来吃吧，一会儿糊了。哎，不对呀。咱们出去的时候锅盖是盖上的吧？吃饭吧，这也没人啊。听兄弟们说，咱们底下的人去征粮，在赵家村一带发现了好几个新四军。听说还有好几个女的。老七，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，可后来不都说跑了吗？哥哥，在新四军这方面，咱们多上点心呢。是啊。这每抓一个新四军，得捞多少好处啊？这万一抓到的人里边知道向兵里的消息，
向宾礼，向宾礼。这新四军的队伍就那么好抓的？报告队长、副队长，咱们的人抓住了一个新四军娘们。啊？支队长，你把门开开，吃一口吧。你好久没吃东西了，这样身子扛不住啊。我这特意找人给你做的酱油拌饭，你开开门吃一口吧。金荣，支队长还没吃饭呢。这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口东西也不吃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这不吃饭也不行啊。支队长，支队长。铁光，集合所有干部开会。是。看我怎么审他，整死他。哎，队长，黑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听说抓了一个新四军的娘们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当然得来看看呢。是有这么回事儿，咱们之前下去征粮的兄弟抓回来的。哦，人呢？带我去看看，我要亲自审。干啥呢？磨磨唧唧的，带我们进去，快点的。人被带走了。谁呀？啥？被谁带走了？啊？顾处长。顾英。同志们，我现在代表二支队，正式宣布打击车桥镇的鬼子，为咱们死难的同志报仇。对，报仇！报仇！这也是上级的意思。上级对这次惨案非常重视，特意电令我们独立团对鬼子采取报复行动。团长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咱们。现在这车桥镇的鬼子大部分都在外作战，山口一雄这畜生估计没个十天半个月也下不了床，剩下这点鬼子和伪军，咱得想办法给他引出来。没错，山口一雄，他这条命早晚是咱的。金荣，到，带领你们连队，明天给我进驻云口镇。云口镇之前是国民党军队驻守，现在他们调防走了，日军也想进驻，我们就在这个当口先进驻云口镇。但这次跟以往不同，我们要大摇大摆敲锣打鼓，动静弄得越大越好，所有的鬼子知道新四军进驻了云口镇。是。同志们，对这次战斗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不是新四军的队伍吗？咋了？国民党军走了，新四军占了这地方。之前不是说日本人要接手吗？管他是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，总比日本人占了强吧。再说了，都说新四军仁义，不摊派，不欺负咱老百姓，只要啊能让咱过上好日子就行。嗯，这里是中国，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，不是他们日本人的。我们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河一草一木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乡。对，不要惧怕那些日本人，只要我们军民团结起来，整个江南团结起来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，我们就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去。对对对，回老家去。今天我们新四军正式进驻云口镇。好！哎，干啥呢？哎，宋世英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臭女人，我早就忍不住你了。你不要以为有山口太君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在我头上拉屎撒尿。我忍你那么长时间了，不是因为我怕你，竟然敢在我地盘上带走人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啊？想抢我的功劳啊？人呢？那个新四军娘们呢？给我交出来。
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就算山口太君知道这件事，我也不怕。人，你带不走，因为人已经死了。一个死人，你怎么带走呢？人死了，我才不会管他的死活。今天就算是尸体，我要把他带走。我们行动处想带走谁，需要通知你宋世英吗？今天你也别轻易想走。你说什么？还这么横啊！哎呀，把枪放下。哎。宋世英，我平时看你挺蠢的，没想到你这么蠢。怎么，你以为我们行动处没有人吗？今天看看谁的枪多。不是说行动处的人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之前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儿冒出来的。行了，别说话了。顾处长，今天呢，今天我心情有点不太好，喝了两杯酒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那个你就不要怪罪了啊。我不怪你，男人嘛，总有喝了酒马尿灌多了耍酒疯的时候。既然宋队长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给你个台阶下。你呀，当着众兄弟的面给我跪下，叫我声奶奶，承认错误了我就放你走。跪下？不跪是吧？准备。哎，等等，宋哥，宋哥，我跪。别客气，别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就放过我和我的兄弟吧，啊？哟，乖孙子。承认错误了，以后千万别惹奶奶。给我带着你的人，给我滚出去！这就滚！好，大哥，走了，兄弟们，走了，来，走了，滚！你们也都下去。是。怎么样，还合口味吧？我特意找了家鲁菜馆，给你点了几样小菜。你们东北菜和鲁菜很像吧？没事儿，你们出去，不叫你们，不要进来。是是。真没想到，咱们又见面了，而且是我抓了你。你以为你这么制服我，你就出得去吗？这里可是日本人的地盘，就算我死，拉一个垫背的也行啊。你真的杀了我，就少了一个新四军重要的内线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弟弟顾凯是不是真的死了？你还不知道？就是被你的一雄杀死的。行，我放你走，并且我让你带个消息给向斌林。大哥，刚才就应该跟那臭娘们拼了！拼拼拼！你整天就知道拼！只要那娘们一下令开枪，咱们几个都得死！你认为谁会给咱们哭坟呢？啊！这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一跪，咱们保安队在行动处的面子就全没了，永远抬不起头来。我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就不信了，咱们几个小命留着。就没有机会弄死那个老娘们儿？
等小野太君回来了，我高低告他一状。有啥事儿啊？队长，这是咱们云孔镇的探子给的消息。江抗独立团二支队的一个连进驻了云口镇。云口镇？是啊，消息可靠吗？这云口镇可离咱们不远呢。这里写的很清楚了，你看看。哥哥，你说向兵里的队伍在云口镇，那向兵里会不会？是啊。太君，这云口镇可是咱们进驻的重要地方，现在给新四军占了，影响太大了，咱们必须给夺回来啊！我也想抢回来，可是怎么抢？现在整个车桥镇只有40多名士兵，而我还要维持整个防区的治安，就这么点兵力，怎么夺回云口镇？太君，还有我们保安队的兄弟们呀！我跟你说，就我带这帮兄弟，我冲在你前面，一天时间必须拿下云口镇。我跟你说，是啊，太君。保安队，一群土匪跟乌合之众罢了，妄想跟新四军的部队作战，派你们去，还不就是去送死？不是，我说你这不……哎，等会老七。太君，这次进驻新四军的队伍，可是向宾礼手下的一个连。向宾礼没准就在这个连队里，向宾礼可是山口太君想要的通缉重犯，如果捉住了向宾礼，这可是大功一件呢。你怎么知道向宾礼一定就在？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维持整个防区的治安，而你们配合我，其他的事情一律也不要想啊。行，是你们说说啊，咱来云口镇都多少天了，这鬼子啥反应也没有啊。对呀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行了行了，是啊，是啊，没动静。哎，你说这鬼子会不会识破咱支队长的计谋啊？那谁知道啊，反正这些天没打鬼子，我手都痒痒。对，我们也是。政委，支队长，支队长，坐吧。大伙儿刚才的牢骚我都听到了。我的想法，如果说鬼子目前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这个可能性不大。唯一的理由，就是日军现在在镇子上的驻军比较少，不敢轻易行动，只能龟缩在镇子里。那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要添一把火，把鬼子从老巢里引出来。看来我们针对鬼子的这次行动，让他们意识到我们进驻云口镇对他们有很大的威胁。眼下的局势是国民党部队跟日军的战况是非常的焦灼，双方的供养补给都很紧张。那么日军的补给线是在哪儿呢？待会儿看啊，就在云口镇边上的这个旧官道上，就是日军的后勤补给保障的重要通道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我们打几个漂亮的突击战，扰乱截断他们的后勤补给，哪怕就是袭扰，那么日军会不会紧张？这是个好主意啊。坐吧同志们，我们详细研究一下。来来来，坐。Thank you.
枪给我缴了。别动！哟，宋师爷，你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一旦有向病里的消息，就带着人帮我去打向病里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打向病里替我哥哥嫂子报仇，那我跟你干有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的老七呀，你说你脑袋怎么这么轴呢？那天你又不是没去。我对日军的什么态度啊？我尽力了，不是我不想去，是日本人害怕，他不敢去。他们不敢去，那就在镇上待着，你我带兵去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关键日本人他不让咱们去啊。再说了，就咱们这点兵力，他也未必是向兵里的对手啊。别跟我说这些，如果你不帮，好，别怪我带着我的兄弟们撤。哎，老七，我可提醒你啊，这可不是你应该说的话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是皇协军，不是以前你们山上啊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再者说，你真的要撤了的话，你认为日本人能放得了你吗？啊，那你的意思就看着他向兵里在云口镇威风？你别忘了，今天派出去的运输队就是被他新四军他们给劫的，那儿离云口镇可特别近，肯定是向兵里干的。再一个，今天死的可是咱们的兄弟啊。这事儿我知道，老七，可咱们现在有啥法子呀？啊，谁让咱们得听他们日本人的呢？咋的了？谁吹的集合哨啊？谁呀？啊，谁呀？啊，谁下的命令？谁下的命令？快快快点，快点！谁？谁下的命令？谁？太君。夏野太君，你不是在前线带着队伍打仗吗？怎么就忽然间回来了呢？啊，还不是你们这帮蠢货办事不力，我才不得不回来。云口镇新进驻了一支新四军，云口镇本来是属于我们皇军占领的，没想到被这批新四军给抢了先。而且这个新四军气焰非常嚣张，以云口镇为基地劫持了我们皇军的补给线，威胁到我们皇军在前线的作战。这支新四军我们必须铲除，所以我命令你们保安队配合我们一同前去云口镇讨伐，把你镇外边的所有兵力给我调取。是是，都跟上啊，快。上当了！哎，你呀，赶紧通知金连长，让他那头做好战斗准备。快去！是。剩下的兄弟们，跟我走。金连长，高连长让我告诉你，鬼子上当了。现在车桥镇外的伪军已经集合离开了营地，高连长让你们这边做好准备，在半路拦截伪军。好。知道了，准备战斗吧。是，都打起精神来啊，一会儿好好收拾这帮伪军们。是。哥几个，你们几个一会儿先包抄后边，听我的枪声为号，只要我这一开枪，哥几个就给我狠狠的招呼，听明白吗？是是，去吧。哪儿打枪？
不会是咱们镇子外面的营房被偷袭了吧？你可别吓我！快，报告，队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江口军偷袭了我们的营地，我们上当了！什么？回烟，打！赶紧回烟！こんな長い時間、なぜ援軍はまだ来ないのか。この子、ご存知通り、奴らは信頼できない。もう一度命令を出した方が。先進院に連絡した。1時間以内に雲口に着けろ。早く。はい。咋了这？全死了！哎呦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啊！这是谁干的？香槟里，肯定是香槟里干的。不要再跟我提香槟里。队长，你请小刚走，我们遭到江抗军的偷袭。要不是你及时赶到吓跑了江抗军，我们恐怕营地都保不住了。队长，队长，皇军让我们前往云口镇外支援。支援？我拿什么支援呢？咱们老黄都被人打成这样了，是来支援我们的啊？侯哥哥，偵察によると雲口镇のあたりに敵の部隊が見当たらない。畜生、敵の策にはまってしまった。中朝镇がいや危ない。すぐ支援しろ。早く。はい。すぐ反撃。同志们，
小野，袁家路窄，又见面了。香槟里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了得吧。来啊！すぐ封鎖、警備、ガス禁止。敵の急襲によく注意しろ。東唐镇の部隊に電報しろ。すぐ増援部隊を出してくれ。はい。此时来云口镇跟我会合，你为什么没有来？你为什么？太君，我没有遭到新四军的袭击啊！我们在营地啊，太君。我问的是你，你为什么没有来？为什么？太君，なぜそんなに悲しい？山口太君，山口君。你不是答应要放我走吗？怎么还不照做？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？刚刚下了戒严令，想出镇子比较难。等过几天风声过了，我立马放你出城。姑娘，我丑话说在前面。如果你想利用我引出向宾里，我劝你早点死了这条心。是你眼里的光芒，让黑暗依旧有前方，在炼火之中不绝望，能看见天堂。乱世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，那是你雪纷争留下光芒，没有你给我的力量，我怎能捍卫这地方？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，站在绝境中点一盏愿。
经剩下我看见，河边花依然绽放。时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，那是你雨雪纷缠留下光芒，没有你给我的力量，我怎能捍卫这地方，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，站在绝境中点你盏烟，和平。